to me. 好，所以这样比一半一半的来听。I like to be is 我喜欢 30 what about half 用 half 多用 contract 这一半这个事情。那么好，一发再想 alienate 为什么呀？好， don't 我们说 don't alienate us 是不是？不要干嘛？不要在我们中间什么挑拨离间，看到没有？哎，不要把我们分开，就不要挑拨离间。Don't alienate。那之后啊，这是 taboo。Don't taboo。In Chinese, we have this kind of expression. In Chinese, we translate as what? 什么语呢？塔布语嘛，塔布塔布 taboo。说白了什么语啊 ？Forbidden words。Forbidden， 懂吗 ？Forbidden， yes。不能说的话，非常糟糕的话，你比如说什么 ？Holly。Maria, Mary, Mary, Holy Mary, 在这个什么 ？Holy Christ, do you know Holy Christ, 神圣的 Christ, 基督 ，right？ 好，这几个词不能说啊。Do you know Mary? Who's Mary? His mom, 他老妈。你不能啊，就美国人骂人就用这个什么，但是这也不敢明骂。你就说，你说 Holy Mary， 这个如果是个 Christian， 基督教徒，一拳把你打懵了，怎么 ？He knock you to death， 一定要注意啊，这个不能骂，这叫做什么语啊？就是 taboo， 只是 taboo， 就是你得说。好嘞，好嘞 ，that right OK， 说他就我们中国人是什么，也是这样的感觉 ，TMD， 懂吗？这个意思 right， 这个意思不能明说啊，就是说用这委婉语把它替代出来 ，TMD right OK， 会说吧 ，TMD， 牛啊，你真牛 right OK， that's a cross right 牛，懂吗？这都是委婉语，不能说的很直。英国人啊，美国人讲注意啊，你到了美国不要老说 I love Holy Mary。懂了吗？一定要打你们是吧？哎，你不能说我喜欢这个 Mary， 这是人家老母亲啊。Christ 是美国最神圣的上帝啊，哎，最崇拜的人。你说老把这个念出来，对方觉得有人侵犯他的个人隐私，哎，所以呢，这样委婉也不能明说。好，怎么说？只能说委婉一点。什么 ？Damn it， 懂吗 ？Damn it， 你该死，哎 ，OK。然后呢 ，Damn it， 这个是稍微的好一点，但是也很 dirty， 很 dirty， 哎，不能说，哎 ，OK。好，去看，这个词叫 disinherit。好 ，disinherit， 我们讲这些东西啊，无非是交流的时候，你注意点它的一些背景给了 ，right？ disinherit， 好，继承叫什么 ？inherit， 那么传统继承的东西叫什么 ？inheritance， right？ 那么你就是一位 in 什么继承者 ，inheritor， 各位啊，你是个继承者 ，right？ OK， inheritor， 好，这个词注意一下啊，你所继承财产或者是名分都叫 inheritance， right？ 被剥夺叫 disinherit。那是 hypocrisy， 虚伪，这我们讲过了 ，hypocrisy， 虚伪那个词名形容词说，这个人呢太虚伪，形容词 hypocritical， 对呀、啊，念 hypocritical， 虚伪之极。那么他是伪君子，还记得吗？怎么说？伪君子 ，hypocrite， 哎，这伪君子，好吗？伪君子 ，hypocrisy。那好，这个词注意一下啊 ，hyper。如果呢，我们说过于挑剔，还记得吗？过于挑剔，什么感觉 ？hyper。换过来 critical， 这是过于挑剔。hyper 在什么之上？ hypo 呢在什么之下？两个正好相反 right OK let's go on。 好，这个词啊，注意它的用法行了。那词叫 chicanery， 诈骗。这个我们骗学过很多了，很多词都叫诈骗。那么这个词动词怎么说啊？我骗怎么说？ chican， 把那个 nery 我们讲过多少 nery right chicanery。 好，你注意啊，一见到我再强调一下RY 的名词肯定没有什么数啊，没有复数。一见到 RY 这种结尾的名词 ，ERY， 比个例子，机械 ，machinery， 不要加复数，瓷器 ，pottery， 珠宝 ，jewelry， 看到没有？好，就说以 RY 结尾的名词，它是个集合名词 ，clear？ OK， 不要加复数，好吗 ？Chicanery 这一个单数形式啊，不能加复数 ，right？它的动词叫 shaking 啊，一个 shaking 啊，叫诈骗。那么有很多的诈骗叫什么 cheat， 还有呢 deceive， 还有呢 hoax。 来看一下啊，这个词我们强调一下。好，我的 shaking 这种骗怎么骗啊？注意啊，这个叫如果呢是古代成语叫用什么诡辩术，懂吗？就是一种说白了，就是好像不是一种很严重，但是有诡辩术。比如说 ，for example， 更多的是什么？你比如说某人相信什么 ，religion， 懂 religion？
哎，使你的相信什么法就魔法无边啊，使你的觉得这个东西也太好了，比如说 God 或者什么 Christian 或者什么 Buddhism 佛教，真正的达到一种极致的效果，用诡辩实际上你感觉什么思维已经控制住了，这叫什么 Shaking 懂吗？哎，这种感觉 What is cheat 这之前词是不是啊，骗某人的什么没雷钱财给 money 对不对，哎，包容人他把我钱骗了， He cheated me out of money， 他把我钱骗走了。哎，什么叫 deceive 呢？ Feelings 人的感情，哎，被人家骗了， I was deceived， 我被骗了。哎，所以你注意啊，这个老太太突然走到街上，哎，让那什么拿一个大什么 big diamond 的大钻戒，这么大，哎 OK， 然后呢说 ten 什么Only 2,000 两块啊，不是两块两两千块钱而已。然后呢 ，got home very quickly returned， 然后给人家叫回去了，什么东西啊 ？Stone， 大石头一摔 ，pieces。然后什么 ？I was 什么 ？Cheated， 你不说 I was deceived 吧？哎，这老太太说感情也骗了 ，right？ OK， 他说也行啊。你说某人呢 ？I was cheated and deceived， 什么？感情也骗了，钱也走了 ，right？ OK， yes， right？ OK， 这个猴子 ，what's man？对了，这个是 play trick， 什么？哎 ，play trick， 就说白了哄小孩，懂吗？哎，拿个把戏，什么？我哄你，我给你100块钱，你给我买两盒烟回来。结果呢，跑过去以后呢 ，no money for you， lost， 都丢了，哎，找不见了，哎。OK， 哄小孩这个 hoax， 懂吗？这就是事实，不一样啊，注意它用法。哎 ，OK， 那这 anarchy， 真的 anarchy， 混乱，为什么呀？这个词啊，一个专业术语，为什么呀？如果译成汉语啊，这个词叫做无政府主义。那不就混乱不堪吗 ？Right， 无政府主义。好，那么这个词有点像啊，叫 monarchy， 这是什么？君主制。哎，君主专制。Where in many countries we say they practice a monarchy. Where? Which country? Britain, Japan, Holland, Spain， 西班牙对不对 ？Carlos 那个国王嘛，只要有国王制的，那么都叫做 monarchy， 对吧？日本叫什么？那个什么天皇对吧 ？Right， 荷兰是吧 ？New Zealand。新西兰也是 right， 还有 Denmark， 还有 Saudi Arabia， Saudi Arabia， 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 right， OK， 好，台湾人叫沙特 right， 沙特，沙特，他译的更直啊，这杀人的感觉，沙特阿拉伯 right， 我们叫沙特啊，这个词 Saudi Saudi Arabia right， OK， 好，这个词注意小心啊，无政府状态混乱的词，好，给你个混乱的词，这个怎么读啊？吵死 no。不是吵死啊，当然吵死挺好读的，吵死了吵死了，喂，那怎么读这个词 chaos， 嘿，很难受啊，那么形容词混乱的叫 chaotic， 喂，这个词比较难啊，注意一下，喂， chaotic， 非常乱， yes， 刚学了法，法叫什么 law， 没法了 lawless， 没法就乱了 lawlessness， 为什么，喂，没法了，简直的没有任何的章法，喂，这个词什么，好，还来一个词看一下啊，我们说还有一个词也比较好用 ，right？ For example， 这个词就是 turbulence， 这个是潮水啊，那种澎湃、混乱 ，turbulence， right？ Turbulence 这个词比较大 ，right？ Turbulence 也是混乱的意思。管理叫什么？统治 ，rule， 管理不善 ，misrule， 混乱了 ，misrule， right？ OK， that's all。好，下个词 impeding， 迫近的 ，very simple。好，这个词没问题啊，迫近的 ，right？ OK， listen， impeding 这个词一般不会太好。不太好，是一个中性或者贬义词。如果你不要说，你说春节来了就要到了，那么那个词用什么？迫近的，用那个词，这个词啊更好一点 ，approaching， right？ 这个词中性比较好一点啊，褒义词 ，right？ Approaching， 迫近。那么还有哪个比较好一点？叫 imminent， 等等 imminent， 好，迫近这个词比较难 ，i m i n e n t， imminent 都是迫近的意思，哎，逐渐的临近了 ，yes。OK， next， do the immolation。这个它叫杀什么？那个怎么说？杀戮。注意啊，动词 immolate。我告诉你，这是杀什么东西 ？Some 叫杀什么 ？Animals， 杀动物，目的干嘛 ？As a sacrifice， 跟着 sacrifice。对了，殉葬、祭祀。对了，就这个词。本来 sacrifice 叫牺牲啊，我们叫牺牲啊。这个词如果按古代解释，应该叫什么？对不对？杀牲嘛，把牲口杀掉，跟谁陪葬呢 ？Nobles。Kings, emperors, empresses, right? 那些贵族们陪葬的东西，那么杀戮就叫 immolation， 懂吗？这么来的，所以呢，杀戮 immolation， understand? OK, OK, that's all。好，这单词重要词很多啊，所以慢慢记 ，right? 比较难的词比较多一点。好，
Okay, next. This is about a great American movie star, William S. Hart. 好，这位著名的影星的故事，right? 啊，当然讲他的人格，这是一个什么文学评论，懂吗？文学评论传记啊，这种文章文学评论 ,four star。OK, 好，我们看一下啊，里面的这个主人公 William S. Hart。Have you ever heard about, or heard about him? 就是什么听过没有 ?No, he was an early star, 啊，他的原名 ,OK, 叫 William, 中间那个 S 什么意思啊 ?Surrey Hart, 这个是 William 啊，如果我们按名字来划分一下，英文怎么说啊 ?What's William? How to say? English, how to say? William, Surrey Hart, what is William? 如果英文啊，如果解释他 ,William 是他什么 ?First, OK, what else? Given 吧。Right, what else? 还有什么 ?Christian, 真的 Christian? 教名教名就是说被洗了吧教堂啊这些洗礼 ,Right?What is Surrey? Second, middle, 都有 middle, 懂吗？因为呢一般而言西方人更多是什么两个字对吧一个叫什么第三个第二个那么就是 first, second, 如果呢中间加了一个你就不要再用 second, 否则第三个叫做 third, right, OK, 所以一般叫 middle, 好 middle name, what's this?Family, 你叫什么 ?Last name. 最后不要讲 second, 因为已经出现了什么 middle 了。所以你就干脆讲这两个 family 和 last。哎家庭的族名或者呢你的最后名就是你的姓 ,right, 就是西方人最姓的最后。所以这个 seldom, not so, not so frequent, 这个是不常见。但是注意啊在西方人中出现这种情况它一般怎么 ?shortened. Shortened. 什么哎要简写就写成一个 S, 就行了 ,right, 简称啊这个叫中名。OK, 不多啊但是有 ,right? 你比如说那个 Winston Churchill, 哎对了 ,W.S. Churchill, 他本来是 W. Winston, 然后呢 ,Spencer, 还有斯班萨还有还有 Leonard, 还有莱昂纳多呢然后再一个 Churchill, 所以只能用缩写形式懂了吗很照就行了哎呦见到这样的名字叫感觉 ,right? OK, this person is very great, he was born in New York,Right? Okay. 他生于纽约啊大概到 1872 to 1946. What's his age? 2074. Okay, 74. 好一共啊活了74年 right? 这个人呢是一个著名的影星啊我们看一下里面的故事很清楚了 Okay, next one. William S. Hart was perhaps the greatest of all Western stars. Do the Western stars? Which Western? 对了叫西部片不是西方啊这美国人一说西部就叫一个词 Western 我就这样问你 What film do you like most? I like Westerns 我喜欢西部片就这个词一个词就 Western 西部片里是 Right 他是西部片里最什么久负盛名的一位著名的影星 Right 好 Next For unlike Gary Cooper and John Wayne He appeared in nothing but Westerns 好这边有两个重点看一下 For 什么意思啊因为那么你注意啊这个 For 和哪儿搭配的He appeared in nothing but westerns. 懂了吧？那么好，那个 unlike 后面做什么？插入一句话，对不对 ？unlike 到哪 ？unlike 到那个 John Wayne. Understand? OK. 好，你把它画住啊。从 unlike Gary Cooper and John Wayne 这个提炼出来，那么很容易。什么意思 ？unlike 什么呀？不像，与什么不同？对不对 ？Right? 与这两个人不同的是什么 ？For he appeared.In nothing but westerns, 什么感觉？他仅仅 appeared in nothing but 重要短语，调词，重要短语，什么意思啊 ？Nothing but what's mean? Only 的是对了，仅仅 only, right? 看一下 ，He's nothing but a liar. What's mean? 怎么一样的话？如果强调一下说的重点，纯粹是个骗子 ，nothing but 好，换个词 ，He's anything but 反过来，什么意思啊？他怎么会是骗子呢？比如别人告你啊，他偷钱了，或者他骗人家钱了。你说 ，He's an anything but liar， 他可不可能啊？这一辈子，我说，哎，在一块生活了啊，就是什么滚打了三十年，他怎么会是骗子 ？I know it, right? I know him from ins and out， 里里外外我知道他，我知道他的底细，不可能骗子 ，right? Anything， 好看一下 ，He's nothing， 换个词叫 angry， 怎么翻？或者 He's nothing， anything but angry， what's mean？ 怎么翻？第一种话 ，He's nothing but angry. 他怎么 nothing? 除了生气什么都不是。怎么样？他可真是气懵了，气坏了，气得晕了头了。如果呢 ，He's anything but angry. 怎么样？哎，他不会，他乐着呢。
Right, 看到没有？哎，他高兴着呢，看到没有？所以说英文中啊，强调词用这个 nothing but 或者 anything but， understand？ OK， 语气加重。如果你就说 he is much angry， 没意思，没感觉，懂吗？哎，这样说他一点都不生气，高兴着呢。Right, OK， 好，所以这 nothing but， 好，因为与这种不同，这种怎么仅仅出现的什么 ？When 那么这个 Gary 这个谁 William Ashar 仅仅饰演什么角色 ？Westerns， right？ 西部影片。好 ，Do you know the two people？Mentioned. Have you ever heard about? Number one, Gary Cooper. 演过没有？听过没有这样的人 ？Gary Cooper 啊，演过一个著名的角色，叫The name is High Noon. Have you ever heard about High Noon? Or in Chinese, probably we say 中午 right? Sometimes we say.日正当空 This is a great movie 这讲谁呢讲一个西部的大概的情况这样的肯定是一个 handsome cowboy 然后呢 a beautiful lady The lady is from Britain 她是一个什么人她是一个那个女士啊，是一个 Puritan 对了译成清教徒好这个你们知道她的经历啊，清教徒 What's the mean 英国当时呢你注意啊，对宗教人是要什么斩尽杀绝那么很多都是 Puritan 她属于什么Puritan 属于清教徒一种啊，实际上说白了它是 Quick 啊，如果呢再细分它是 Quick 你甭管了这是个派别啊，叫贵格派 Quick 它属于 Puritan 的一种那么当时很多 Puritan For persecution 受迫害什么 Fled Britain To where United States 来到什么地方 Virginia 那么乘坐什么 Mayflower 记得吗五月花嘛当时的很多教徒来到了美国乘坐的 Mayflower来到了第一个殖民地叫 Virginia 弗吉尼亚州 right? 所以建立他们的 settlement、right? So the story is about that one So a very beautiful lady who was a Puritan was what? Was ran after by the Aboriginal Indians Aboriginal Indians 土著的印第安人追杀哎呦把他杀、right? 杀掉然后这个 hero 什么 Protect him from the harm、right? OK that's it 这个故事就讲这个意思所以呢当时起名叫 High Noon那个演员叫什么 ？Gary Cooper， 就他啊，库珀，这是一个著名的影星啊，后面也是一个大明星。那个人叫什么 ？John Wayne， 这个韦恩啊，这是著名的明星。你们知道现在美国那个叫 New York Times 或者什么那个 Times 啊，那个 magazine at the cover usually a man rides a horse and what smokes a Marlboro or Camel。毛本吧万宝路吧而一好一个 horse 那个叫 horseman 或者什么一个 cowboy who Gary Cooper yeah 就是他对吗美国那个杂志背后那个人骑着马然后呢仰天然后呢那旁边写着一个毛本对吧万宝路那就是他 right, Gary Cooper 属于明星就行了你知道行啊他不像这两位那么好你注意啊后面你如果了解背景啊 Gary Cooper 和这个 John Wayne 啊后面呢就不再出演什么这样的片子出演什么 comedy他们转型了转到什么喜剧片了啊转型了所以呢只有我们这位主人公才演什么纯粹的 Western movies, right? OK, 所以呢最伟大的人之一 OK, from 1914 to 1924, he was a supreme and unchallenged. During 14 to 24, 在这个时期什么 he was a supreme number one. 对了而且呢 unchallenged, 不可以什么向他挑战什么意思啊他是绝对第一号男主角对吧西部片的啊重要人好这两词构成同词一个叫 supreme 一个 unchallenged、right? 那么说白了什么叫 unchallenged he's a matchless 是不是啊无人能敌对吧就是说第一号男角 right ok for example 现在好像没了吧你说 Hollywood 谁是第一号啊男士男影星啊 who Tom Hanks or Tom Cruise right 什么 什么 DiCaprio Leonardo对不对啊那个什么 Titanic 迪卡什么迪卡普里奥 right ok 还有什么什么就什么那个叫King Carey 金凯利也算了那我不好说但是那个时候注意啊这个时期他是美国唯一的大明星就是西部影片大明星所以现在好像没有这种感觉 right ok